变态洋与老婆闵孝琳在2018年结婚后，目前居住在首尔和南洞高级别墅，还曾被目击到在和南洞附近散步，夫妻俩幸福的生活令人称羡。27日还没报道，太阳即将在最近升格当爸爸。闵孝琳目前怀有身孕，已经快要生了。最近家人们都正以喜悦的心情期待新生命的诞生。消息一出，果然引发众人热烈讨论，粉丝当然也纷纷献上祝福，期待看到太阳带小孩的模样。而恰好在同一天，上个月才发出手写信宣布将要结婚生子的 icon 成员芭比也传出了妻子已经在近日生下孩子。对于孩子的诞生，芭比感到非常高兴，进度只能用飞速来形容。华剧娱乐也随后发布官方声明，表示芭比近日有了儿子。然而部分粉丝对于他不顾团体的行为就没那么开心了。当公司的10兄弟在同天宣布的喜事，反应还真的是两样情啊。